兄弟们，你们看这个纪小满，不对，你们看这个上单七百草，这才刚开局，他就把一个满血的达摩给秒了，43秒直接一血，我去，这满血就是斩杀线，还玩个鸡毛啊！再看这波，又是满血的达摩，最近刚改造完成的热门英雄，就这样活生生的被纪小满一套技能给秒了。更离谱的还是这里，半血纪小满，满血达摩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达摩把伤害全部打满，都秒不了纪小满，最后居然还被反杀了。策划，你快来看，这也太超标了吧！然后话又说回来，这重做后的达摩怎么还跟恶元神一样？就让我们这些受害者甚至都怀疑，这应该不是一个游戏里面的英雄。你看，这才开局5分钟，我就打出了1-4这样的优秀战绩，但是为了保持低调，所以我选择了暂避锋芒。然后3分钟过去了，我觉得也应该将大局逆转了。开局10分钟，终于一切都好起来了，达摩的伤害也上来了。这边露娜想要后，看准时机大招直接上墙来。好，然后又到了守家环节。说实话，这把要不是前期太浪了，也不至于逆风。不过现在说什么也晚了，接下来就只能是寻找翻盘的机会。然后话才刚说完，这边队友就掉点了。不过刚才他们已经打过一波了，技能肯定都还没恢复，而我这把出的是半肉装，可以一试。你看，这不就好起来了？经过这几天的摸索，我觉得达摩还得是出半肉好一点，能扛伤，输出还勉强过得去，就大大提高了你的容错率。你妈！哎！